有研究显示，廿零三十岁脑力随时开始衰退，工作表现下滑，边个都避唔到。饮白兰氏鸡精，帮个脑保养下啦。佢蕴含抗氧化物卡诺善，帮你保持头脑健康。独有 probactogen 嘅白兰氏鸡精，仲有助改善思维表现，个脑够 fit， 表现持续出色。